我们奖跑我们赛后的 MVP 加受众，然后马上要来进行 MVP 的访问。 首下了一个危机，那今天的 MVP 呢，当然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员，我们也是要先请现场所有的十号队友再次用掌声加尖叫，这个献给我们所有的投民们。好，那马上呢就来颁发今天的单场最有价值球员，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先发投手。 啾啾妹来帮我们颁发我们今天的 MVP 奖座。OK， 因为在七月份的时候，有因为强袭球的关系，手的部分有受伤，可不可以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自己现在目前手的状况如何了 ？Sí, no, en verdad que fue un mes difícil porque siempre me gusta competir y hacer mi trabajo y no podía por el dedo, pero gracias a Dios tratamos de recuperarme rápido。 以及不会被尼亚基亚随意跟他们的挥，以及攻击。他说：“那时候当下他其实是很想发挥自己的竞争力，很想守下那一球。那其实很高兴可以自己可以复原的非常快，然后可以尽快的回到场上，然后让我们继续赢球。”加油！我们今天是客家，我们是海客季的这个。 棒球主题日，所以讲到客家语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很重要。今天有教大家，我们的加油就是加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请 Wayne 弟，哦，你会台语是不是？哦，他说他有学过台语，就是他会讲那个台语的加油，也就是那 say，Ben Kiki，OK，Ben Kiki。 这样子是不是 ？OK， 准备好了，谁最棒 ？Ben Kiki， 耶！ Yeah， 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的威能弟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那我们接下来，那我们要送给现场的十号队友，那请大家呢稍作等待哦。 Oh.
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桃园地区的假日的节日哦，非常的感谢大家。那当然今天赛后还没有结束，我们待会要来释放烟火，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？ 掌声鼓励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也希望呢，所有的守的们，那
下个礼拜我们即将要移师到中部来比赛后呢，礼拜四、礼拜三、礼拜四呢，要到龙六来进行两场的比赛。那接下来呢，五六日也要到国际来做客。啊，下一次的主场呢，即将呢要说的舍不得买，还没有买票的啊，尽快的到妈咪后来赶快来订购哦。那这次的卡斯也相当的坚强，我也希望呢所有的舍不得买啊，继续的来到桃园主场来享受棒球。小紫哈，来跟大家来说声感谢。什么天气的？今半夜来球场了。Oh,